真的就是传说中的饰品哎，哇，好，可以大概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的房间的物品摆设啊，跟你的设计这空间的概念这样。多看一些网络上面这种比较有质感房间的摆饰哦，所以是你的房间设计的概念是从网络上学来的这样啊，就喜欢，而且我看到蛮多都是属于简约风，是不是？对啊，我挑很久。那我这边想要问你一下，就是你为什么会就是想要在这个小小的房间就是布置的那么好看？因为墙壁都白白的，想说没有家的感觉。对，然后想说就是在网络上面订一些挂布啊、灯啊，然后让房间就是多一点东西，这样回来的时候就不会觉得哇自己好寂寞。除了这边之外，有哪些东西是你自己觉得一定要布置的？跟大家介绍一下。一定要布置的吗？我觉得那两幅画，那两幅画是我一定要，就是放在房间的，因为一个是我高中画的，一个是我大学画的。哇，你也是壁画术。那两幅画都是我最低潮的时候画的。哦，对，就是画完有安慰到你的心灵吗？有。那在你房间看到很多传统服饰的东西，请问这些是有什么用途吗？这个是我舞团会所需要用到的东西，像有一些传统服饰都会放在我房间里面。我们现在来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这是我家的客厅，我把它变成舞蹈教室的地板。对，那我们现在你可以来带我们就是热身一下。好啊，没问题。五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好，